情的规律，其实偶然概率也有必然的意义。也有人纯情，风会穿梭来去，世人从不知情，有梦如影随形。世上所有事情都存在神的旨意，其实微笑概率也是巨大的奇迹。我和你要怎样的时机才可以在期待中相遇？这一刻的心情，若凝结成言语，将为你倾诉一如沿途的风景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定律。可是我爱你，绝对不只是神传递的旨意。是必然定律，可是我爱。